智能汉语第三册第五课，你会打篮球吗？你会打篮球吗？生词，第34页。经常，经常。锻炼，锻炼。身体，身体。运动，运动。会，会。不会，不会。要是，要是。时间，时间。教，教。体操，体操。跑步，跑步。滑板，滑板。游泳，游泳。打篮球，打篮球。可恩，可恩。醉，醉。练习，练习。变，变。感到，感到。陪，陪。终于，终于。场，场。踢走，踢走。Baik, sekarang kita lihat bihwa bihsun. Kita lihat urutan cara penulisannya dan kita hitung berapa jumlah goresannya. Yang pertama, jing chong, jing, yi, er, san, si, wu, liu, qi, ba, ba hua, delapan goresan, chong, yi, er, san, si, wu,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画 sebelas goresan 锻炼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画 ，14 goresan， 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画 ，9 goresan， 身体伸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画。7 goresan 体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画 7 goresan 运动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画 7 goresan 动一二三四五六
六画 enam kuresan 会一二三四五六六画 enam kuresan 不会不一二三四四画 empat kuresan 会一二三四五六六画 enam kuresan 要是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画 sembilan kuresan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画 sembilan kuresan 时间十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画 tujuh kuresan 间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画 tujuh kuresan 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画 sebelas goresan 体操体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画 tujuh goresan 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画 enam belas goresan 跑步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画 dua belas goresan 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画 tujuh goresan 滑板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画 dua belas goresan 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画 delapan goresan 游泳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画 dua belas goresan 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画 delapan goresan 打篮球打一二三四五五画 lima goresan 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画 enam belas goresan 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画 sebelas goresan 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画 delapan goresan 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画 dua belas goresan
练习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画的喇叭我的三洗一二三三画顶个我的三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画什么比烂我的三感到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画第一个 plus 过来三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画的喇叭过来三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画十不噜我的三终于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画的喇叭我的三于一二三三画第一个我的三长一二三四五六六画 enam 过来三踢走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画里马布拉斯过来三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画读书过来三课文第三十二页放学后，明华和小强最爱到篮球场上看别人打篮球。他们很想学打篮球，但是没有人肯教他们。王老师见明华和小强很想学打篮球，便教他们。王老师要他们每天到篮球场练习。明华练习了几天后，就学会了打篮球。但是，小强练习了几天了，还是没学会。所以感到很生气。小强把篮球踢走，然后坐在球场旁的大树下哭。明华看到了，便对他说：小强，你别哭了，我陪你一起练习好吗？听了明华的话，小强点了点头。他回到篮球场上和明华一起打篮球。得到明华的帮助后，小强终于学会了打篮球。对话第三十三页。玛丽说：你经常锻炼身体吗？
丽娜说：“不经常锻炼。”玛丽说：“你喜欢什么运动？”丽娜说：“我喜欢体操，你呢？”玛丽说：“我喜欢打篮球，你会打篮球吗？”丽娜说：“我不会，要是有时间，你教我吧。”再一次，sekali lagi。你经常锻炼身体吗？不经常锻炼。你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体操，你呢？我喜欢打篮球，你会打篮球吗？我不会，要是有时间，你教我吧。